可以开始处理。哎、欸，这个很简单，很简单的，简单，是啊，三个字。啊！重点出来了，台词这个三个字专哦，都是你们的专长哦，你们其中一个人的专长，应该算是之前的专长，兴趣。三个字，你们之前你们这些人、哦、后面那三小、啊、之前的兴趣哦哦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那个意思一个东西了。魔术师哦，白痴哦，换我了、哦，我这个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什么东西啊？北七是不是啊？干嘛啦？北七个头啦！探监、哦，哦，简单好不好？妈的，我才九分，怎样？你看媒体没猜到。哇！这个很难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鬼啊？哦哦哦！怎么可能？高手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作弊哦！简单的嘞，哎呦，我该写一个这个，应该很清楚哦。就这么简单，这样还看不出来，不要跟我闹好不好？老公，超简单的。欸、我还是觉得没有很简单。有了，他那个有到位、嗯，上面那个有到位。猜不到了啦！干死人枕头、哦，干嘛写个电呢、啊？们两个字哈、哦。两个字你还猜不出来？你看到答案，你真会自杀！我跟你讲。哎、欸，怎么不讲话？我不管了、啊，我先走了。来游戏了。我干什么？这那么常出现两个字啊？就这样，两个字好不好？好简单的。哦，这个算简单吧。东西，小猪嘟嘟你哦，哦，干你画超屌的黄子，我秋的干、啊、我干他我朋友没，我每天在用他干我兄弟呀、啊，跟你讲，他我兄弟呀、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我兄弟啦，好不好？我就敢说我兄弟，你还给我飞机杯？你兄弟，我兄弟呀、啊，三个字，干我到底呢？我每天在看他呢。白痴哦、喔，麦当劳，什么东西啊？很简单，我喜欢干嘛就好。哦哦哦，那、哦、个、哦、叫三小啊。你叫什么？三小。哦，卫生纸，我以为是那个什么叫什么卫生纸筒还是三小。你别闹喂。就是这个啊，这个超简单的两个字。我要展现我的绘画。汽车哦。不要急，我还没画完，所以你猜都应该猜不到。哎、欸，那是画什么东西、啊？有没有？不要紧张，什麼东西啦！不要紧张，最后东西出来，你就知道是什么了啦。哦，哎、欸，你很靠腰啊！干错字啊！干！哎、欸，也不是，哎、欸，还是我们这是打过题目吗？哦。哦哦哦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！提过东西，哦，沙蟹削底，这个很简单啊，沙蟹底，几个字？两个字。哦，干！哦，秒对！妈的！那你那根那个秧那个中那根蕊出现，这是什么来着？这个简单，哈哈，哎，超简单，超简单，好不好？蛮高追的呢，超简单，好不好？高手，哎、欸，挺高追的，哎、欸，画的挺高追的，四个字，
四个字，这个很简单，有点难度哦。没有，这个很简单。成语吗？没有，是。到现在还没考过成语，好不好？这里面至少是有成语、啊，有啊，有成语啊，像之前有一题有成语啊，屁嘞，有啊。好的话好了。哦。什么啊？孩子之前福利社都会卖东西。哦，这应该蛮像的吧？蛮像的啊，厨师帽嘛，对不对？厨师帽。福利社都会卖三小啊。福利，你又不去福利社，你都在睡觉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欸，你一直睡。干很像的欸，我觉得。你加那个什么东西啦？影子哦。福利社。我想说叫你多去福利社，国中叫你去去，高中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去。面包店也有、啊。便利商店一堆。杯子蛋糕，靠腰。感觉这个东西叫杯子蛋糕、哦，哎、欸、我这一生吃这种东西机会真的是超级少，你知道吗？正讲你们两个字，好了，画完了，就这样。对啊，哦，我们要画几个小东西。啊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我画的明显了，是是想一下好不好？很难吗？很难吗？哦，深海是怎样？哦，我的提示有一个海蓝池塘，有一个 O， 有一个 O， 它的英文字母有个 O， 不要看那个 O 好不好？不要在乎那个 L 行不行？不要在乎那个 L， 不要拘泥于那个 L， OK？ 字里面没有 O， OK？ 字里面没有 O， 拘泥于那个 L 好吗？那个 L 不是很重要的？水 O 是怎样？啊，最后几秒钟我要念他的英文 Ocean。他们有猜到，只是他们没有猜到那个靠背哦。对啊。你应该画只羊，你画只羊王才出来。谁理他们啊？我直接就是用那样子怎么样？这样子我才有分数，我跟你讲。我画什么？有。好，我写完了，就两个字。两字。有一，就有二。有三小。有。哎、欸，你这个有平。哎、欸，这个还蛮靠腰的，蛮好的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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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看我要找到言字旁的白痴，已经找到，翻到不到几页去了，妈的，怎么在那么后面啊？哈哈哈！有，然后情谊，然后再把情给删掉，就有友谊了。但我刚才就在想说，有什么字里面可以直接跳出谊的？哎、欸，脑袋一片空白。哎、白痴啊！我没有，没按到，我妈智障是啊。好呀、啊哦，这个超简单，三个字。哦，你要讲什么？靠腰嘞！你们要想它是什么，不是它在做什么。三小啦。它是什么东西？它是什么东西？对啊，很接近哎，你的答案很接近。哦哦哦哦，你平常不是就在吃而已吗？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来，我来我跟你讲，这个很厉害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也是画完的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啊？惊喜啊？哎，光仔，你讲话真的很脏哎、欸。哎，不要上次小毛没有录到，你就那个讲我脏，他先讲的。哦，屁啦！哦，哈哈，差小。你在画什么？它会真的爆炸，你讲的明显哦，它会爆炸。东西啦，
它会爆炸，它会爆炸，炸药。看、哦、我刚才想什么火药什么东西，我妈没想到炸药，它会爆炸。我一直强调那个炸那个字。哇，这个哈、哦，三个字，什么鬼啊 ？McDonald 啊？哦哦哦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哦，那个，哦，哦，是不是？哈哈，哦哦，你脑雾气气的，那什么鬼啊？什么、啊？死神哦！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死神哦！你是死神哦！你黑衣服哦！黑衣服是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刚刚摸到什么东西？我以为是美式足球，我刚刚手抖一下，变那么大，你这抖怎么？你抖蛮大的哦。这个简单啊，跟秋哎，很快好不好？几个字啊？很小、啊，两个字啊？小马啊？那么简单？白痴，那么简单？大毛什么东西啊？大毛怎样啊？大毛画东西，你确定那东西是那个吗？你画得很丑、欸。我就乱画，我说懒得画没，我两秒就画完。哎、欸，走不见了，他把它烧掉了。哎、啊，你是忘记了是不是？对没？来，你的变位版画都画这么丑，你是王八蛋。这算是好丑哦。好吧。什么啊？马大便啊马大简单白痴，我刚刚都讲出答案了，你们就很简单呗。哦哦哦，电绘版男人，哦，电绘版塑化，什么啊？哦，这是龙，简单好不好？要画麒麟哦，小哦小马。Oh, 靠背哦，傻眼，修不丢啊，这样都猜不到，很简单，好聊，怎么要饭团哦？什么啊？哦，哦，哦。一元是什么啦？一元啊！阿德，你那么低分怎样啊？哦，我跟你讲，哦，这个又是两个字哦。我跟你讲，这是哦，很难哦，真的很难。两个字，好，我也是拆开一起，这是第一个。哎、欸，你不要那么脏好不好？这怎么那么像上次那一题啊？哦，哦，啊。哎、欸，我记得这一题好不好？黄子仁那时候还是你画的，你现在猜不到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、喔。你不要跟我开玩笑，这是那时候是你画的哦、喔。你画了，结果你现在想不起来。欸、你够拽、欸。超闲啊！那你给我妈的，给我用那么久，想不起来。哦，两个字。是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怎么跟玻璃杯上是画一样的？对啊，杯子、饮料、果汁。你们理解、啊、早知道不要告诉你们是果汁的。我想说，我想说你的杯子，早知道就不要讲出来果汁。然后看黄晨打完饮料，然后胡念呢。